为了提高漆面的光洁度，漆的开青退青就显得十分关键。开青就是用脱脂棉蘸上提妆漆开擦磨退后的漆面，退青是用手沾取植物油和细瓦灰开擦，以手作纸化灰为沙。老头手很粗的，退过呢，退青的手最好，女的不要，手不要胖的，有油的，有汗的，这样退就更好。至此，骨壳所引起的花纹与金色漆融合于平滑的表面之下，并显露出不同色泽的漆，好似虫子啃噬过一般，斑斑驳驳，明亮照人，虫咬金便完成了。